耶、yeah, ！来去高雄，今天走的是西滨公路，雨超大的，现在在永安渔港，途中沿途经过的第一站永安渔港。在旁边，这里有超多超多的小吃，一整条老街。
来，来到了台南的英商德记洋行，老街就在前方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加按赞咯。